在救主耶稣被卖的那日夜，那起病来逐借了默病树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，这是我的宝血为你们流在，你当这样是为纪念我，当纪念我，在救主耶稣未起的那日夜，他低下头向天父祷告说，父啊，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，但不照我意志，按照你旨意，在黑暗时刻你会否纪念我，请记心充满着忧虑，你来跟我，我就不再孤单。当我领受你所预备俾我会，当我听你客西马利愿祷告，我就知道你将会纪念我。请记